卓越阅读，为孩子们而读。喜欢我们请订阅。一园青菜成了精，出了城门往正东，一园青菜绿葱葱。最近几天没人问，他们个个成了精。绿头萝卜称大王，红头萝卜当娘娘。隔壁莲藕急了眼，一封战书打进园。豆芽跪倒来报信，胡萝卜挂帅去出征。两边兄弟来叫阵，大呼小叫争输赢。小葱端起银杆枪，一个劲儿向前冲。茄子一挺大肚皮，小葱撞了个倒栽葱。韭菜使出双刃刀，呼啦呼啦上了阵。黄瓜甩起扫堂腿，踢得韭菜往回奔。莲藕斗得劲头足，胡萝卜急得搬救兵。歪嘴葫芦放大炮，轰隆轰隆响三声。打的大蒜裂了瓣儿，打的黄瓜上下青，打的辣椒满身红，打的茄子一身紫，打的豆腐尿黄水儿，打的凉粉儿战兢兢。藕王一看抵不过，一头栽进烂泥坑。主人回来傻了眼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往正东出城门，青菜一园又葱葱。下面是问题时间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首童谣讲了件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说一园的青菜都成了精？你听到有哪些蔬菜？它们都是长得什么样子的？它们一般是种在哪里呢？能不能给我讲一个和蔬菜有关的故事呢？好啦，我等着你们啦，我们下次见喽。